烫什么屁玩意儿？不错。你干啥？停！不是不是，我没事，我这车门没关严，没关严。嗯，姐，你找我啥事啊？没事，那个我前两天不是态度不好吗？啊。给你拿点好吃的，寻思送家。今天在这儿碰着你，还挺巧哈、啊，挺不巧的哈。嗯，行、啊，你给我吧，你给我。哎、嗯，行。这还挺贴心的是吧？原来态度不太好。你咋抹他呢？咋的了？没咋的。你尝啥味儿？我不尝。你尝。我不尝这玩意儿，霸苦霸苦，我不尝呢。啊？嗯？啥霸苦霸苦的？啊，这。这不是我口红啊！啊，这 不是我那个色儿的呀。你这搁这儿呢？不是，嗯，这是我的。嗯、啊。这我闺蜜的。嗯、啊。这我闺蜜她妈的。那这个是这根口红，我怎么好像在我姥家见过呢？我先上趟厕所去。等会儿，你等会儿回来。